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他的知识、个性、人格、三观乃至身份的基础。我是谁，这个呢取决于我们的记忆。但是啊，人的记忆它一定靠谱吗？我这里有一句很简单的话，然后呢我们来玩一个你们都很熟悉的小游戏。你把这句话看仔细，看清楚了吧、然后用悄悄话的形式传给你左边的这位。看来啊，我们的记忆呢不太靠谱，刚刚看见的一句话立即传出去，很快就变了样。这是因为我们都会忘事儿，哎，这很正常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啊，我们不仅会遗忘，还很擅长脑补，就是把不存在的东西存入记忆。下面我来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刚才那位戴领带的受试者，他一开始有没有戴眼镜呢？第二个问题，桌上那只白色的杯子，它放在什么位置呢？下面我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来回忆。5、4、3、2、1，你想起来了吗？第一个问题的答案，刚才那位戴领带的受试者，他一开始并没有戴眼镜，而且啊，中途还把领带给解下来了。第二个问题的答案，桌上其实呢，根本就没有一只白色的杯子，你想起来了吗？先别忙着吃惊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穿的其实不是这个颜色的衣服？怎么样啊，看到这里你对自己的记忆是不是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呢？刚才啊，你面对的那只不过是一块小小的屏幕，里面的一切都很容易是尽收眼底的。但即便如此啊，我们对刚刚过去的那些细节不但有遗忘，还有脑补。好了，那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，我们会经历那么多的事情，我们的记忆又能有多靠谱呢？所以啊，当你听到别人回忆说，好，或者你自己回忆说，我记得当时如何如何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要想一想，你真的记住了刚才如何如何了吗？我们的每一个回忆，那都不见得是靠谱的。但听到这里啊，你可能还是会低估我们创作虚假经历的能力。在诺兰的电影《盗梦空间》里，造梦师就会侵入别人的梦境，可以盗取机密，还可以制造虚假的经历植入记忆或者观念。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呢，都会感觉这个科幻脑洞啊开得很大。其实啊，植入记忆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很难。加州大学的伊丽莎白·洛夫特斯教授，他研究记忆的可塑性，他呢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啊。首先呢是招募一群志愿者，深入到他们的家庭中，了解他们童年时候的故事。然后啊，他在每个人的童年故事中选了3段真实的故事，再统一掺进去1段虚假的经历。这段虚假的经历呢，讲的是他们小时候在购物中心迷路啊，幸亏呢遇见了一位和善的老人，帮助他们找到了家人。好，就是这段经历完全是编造的。研究人员在访谈中就把这4段故事讲给参与者听，让他们回忆。结果统计表明啊，至少有1/5的志愿者表示啊，自己是记得商场迷路事件。更有趣的是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对这件不存在的事情可以回忆起更多的细节。比如啊，当时妈妈快要急疯了，我当时抱着自己最心爱的玩具，还有一个人戴着一顶夸张的帽子啊，诸如此类。可以想象啊，这一段虚假的记忆从此呢就成为了他们人生经历的一部分。你我他每个人的记忆都是可塑的，这个命题的研究者伊丽莎白教授也不例外。在他小时候，母亲呢在游泳池溺水身亡了。多年以后啊，在一次亲戚聚会中，亲戚们就说起，当时呢是伊丽莎白发现了母亲的尸体。乍听到这个消息啊，伊丽莎白呢刚开始是不信的，因为她是一点都不记得了。但是啊，在聚会之后，他就开始记起一些细节，比如当时呢消防员来了，还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。然后啊，母亲尸体在游泳池的情形也居然浮现在了他的记忆中。这个发现尸体的整个过程细节那是越来越丰富。
然而啊，过了一阵子，亲戚打电话说自己记错了，当时发现母亲尸体的不是伊丽莎白，而是她的姑姑。但是这些记忆细节并不会因此就消失，伊丽莎白就此就拥有了一段虚假记忆，这些细节全是她自己创作的。看到这里啊，你可能会想，一个人的记忆能力有限，那如果是大家一起来复盘一段经历，是不是就比较靠谱了呢？很遗憾，群体也能创造和分享虚假记忆，这个现象还有一个名词叫曼德拉效应。2010年，一个叫菲奥娜·布鲁梅的博主在网上记录了他对曼德拉在1980年代死于监狱的回忆，然后呢，他发现啊，有上千人赞同他的观点，但实际上曼德拉2013年才去世，而且呢，早就出狱了。这就是曼德拉效应，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啊，其实并不罕见。1980年8月，意大利博罗尼亚中央车站遭到恐怖炸弹袭击，爆炸造成了大量的伤亡，还损坏了车站的时钟。到了2010年，研究者就对当地人进行了调查，结果呢，92%的人声称，自打爆炸以后，这个钟就一直是停摆的。但实际上啊，爆炸发生不久，时钟就被修复了。其实呢，是几年之后，为了纪念和缅怀爆炸案的受害者，时钟才被定格在了爆炸发生的时间，从此呢才停摆。可能呢，刚才说的这些事儿离你我都太远了。那我来说个身边的事情啊，你听我来唱一首歌，56个民族，56枝花。哎，我刚才唱的这首歌啊，其实是《爱我中华》的一句歌词，对吧？你是不是也可以脱口而出？你觉得耳熟能详呢？其实啊，这个原版歌词啊，它是56个星座，56枝花。56个星座，56枝花，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，56族语言。唱错的人呢，根据统计啊，超过80%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唱错。人们搞记忆创作，有的呢是受别人的影响，有的则是自主完成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凭借着自己的愿望对记忆进行编辑和涂改。甚至呢，是对自己的记忆进行虚构的创作。芥川龙之介有一篇叫《竹林中》的小说，讲的是啊，有一名男子被杀死在了竹林中，案件相关的几个人对案情的描述是各执一词，莫衷一是，导致呢真相是扑朔迷离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人啊都在美化自己。那你可能会想啊，这明明属于撒谎，并不是记忆出现了偏差吧？不错，故意撒谎的成分那肯定是有的，但是啊，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，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是会不自觉的涂改和修饰，当然那都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修改，从我希望如此到我相信如此，直到我记得如此。这种修改很多时候啊，它并不是主观故意撒谎，而是我们的记忆偏差。而且有些主观故意撒的谎，说着说着啊，自己就信了，成了我们的一段记忆。有个名词叫玫瑰色回忆，指的就是人总是把记忆啊往好的方向修改，往积极的方向修改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啊，人生不如意事总是10之8-9，如果每一个痛苦记忆都是蓝光超清的，那么我们的脑海里就总是会装满痛苦，那还怎么活啊？为了维持幸福感，提高生存的积极性，我们的大脑呢就动用了一个歪招，搞创作，粉饰记忆，调节情绪，改编往事的剧本，淡化尴尬不堪痛苦，让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痛。然后啊，他还要对那些珍惜的快乐瞬间进行加工放大，提高分辨率。这些啊都是写入我们基因中的本能，它有利于我们的生存。这样一来呢，曾经的苦难
就成了激情燃烧的岁月。这就是为什么啊，总有人觉得过去比现在好，遥远记忆中的生活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更好一些的原因。对于记忆偏差，我们也可以从生理角度来理解。脑细胞通过信号、刺激和联网来储存记忆，某些连接断开就会发生遗忘。那么当大脑尝试回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尝试重新连接通路，这个过程就难免会发生错误，导致虚构的回忆。这种能力啊，就被称作神经可塑性。神经可塑性带来的当然不只是遗忘和错误，这种能力是我们的创造和学习能力的基础。你背的每一个单词，本质上那都是建立了对应的神经连接。如果没有神经可塑性，那我们的大脑啊，它终身只能保持出厂状态，根本就学不会任何东西了。有趣的假象啊，其实还有很多，比如说即视感，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啊，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前好像发生过，但其实啊，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真的发生过。这种体验大多数人都有过，是不是？你们也有过吧？对，今天这个场景我就感觉梦到过。对，还有一些特殊的现象，比如美国神经科学家奥里佛·萨克斯记录的一个案例，有位63岁的老太，由于药物后遗症，就产生了强迫性记忆重现症状。她满脑子涌现的都是自己20岁左右的记忆，她的思想上呢，就产生了那个时期的身份认同，在行为上啊，也是彻底的放飞了自我。通过对记忆假象的了解，我们认识到，记忆并不是对过去的忠实记录，而是我们的大脑在现实基础上自己构建和讲述的故事，而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就是以这样的记忆为基础的。那么我们对自己的认知还会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准确吗？我们的记忆其实呢，就是谬误与真相齐飞，虚构与写实一色。所以啊，自己的记忆要认真检视，他人的记忆要谨慎对待，而对那些年代久远的记忆，也就是历史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？我相信啊，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。最后，我还是有一句老生常谈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想要准确地记住某件事情，最好呢，还是借助工具把它记录下来。好了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的大脑确实呢，可以感知到一些非物质性的东西，又会把听到的声音、看到的光影，还有闻到的气味等感受与幽灵联系起来，反过来呢，再影响自己的感官，制造一些感受。这样一来啊，假如你相信屋子里面有幽灵的存在，有灵异事件的发生，那么在大脑的运作下，你就真的可以感受到灵异事件，甚至呢，是能够见鬼。假假的世界，听见了看见了能信多少呢？如果你开始怀疑，就听我说，我拿出一条裙子问你是什么颜色，你毫不犹豫地说它是蓝黑的，但隔壁老王看到说明明是白金的。你俩看的一样，怎么答案就不同呢？其实你俩不用吵闹，只是大脑开的玩笑，环境变化不同，看到了就不普通。睡前来看部大片，一条我最怕的鬼片，想象过闭眼睁着，嘴角开始上翘，不料我全身戴着耳机。
其实我还是胆小，气氛营造全靠音效，听着唢呐看什么画面都会变得搞笑。天黑了，安静了，我们睡了，每个人的小小剧场要开演了。